ポケモン剣の大勢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黑，欢迎来我们的 FGO 课了没？我相信各位这次活动应该是大课爆课吧，不然 FGO 每年哪有那么多钱去办活动？那客官，我们今天 FGO 课了没要课谁呢？是要来课黑针，因为上一部的那个爱情以后反响真的不错，然后我不太能违背自己的誓言，所以我今天就要来课黑针的。我今天只有拿一单，然后我后来决定，因为我 FGO 克雷梅系列的成本都太高了，所以我觉得我要给我们的 FGO 克雷梅这个系列定个目标，也就是我们每一集 FGO 克雷梅不喜欢数或者是喜欢数两个其中一个到达1000，我就会继续拍下集 FGO 克雷梅。我觉得必须要有点回馈啊，然后也要教育观众说，你们既然喜欢这部影片或者是不喜欢这部影片，你们就要勇于按不喜欢或勇于按喜欢。那是不是我们今天就来开抽我们的黑针吧？复仇魔女再临，家里端午节 pick up 召唤。好，我们先抽个一抽呼符压压惊，来看一下呼符会抽到谁啊。哎呀，是李庄，好烂李庄。好，因为我们上一波那个埃及艳后刻完还有剩，所以我现在有238颗，但是我会看状况停。我喜欢用，算了算了，我们第一波十抽先用看的好了。逝去之梦，很逝去，我的心也快逝去了。好，是角色哦。啊，这一把一定不是凯撒。哎呀，各位如果有玩万圣节的活动的话，应该知道凯撒跟这次万圣节有关，而且还蛮好，剧情蛮好笑的。那个兰莎，我在学黑熊哭。这边先暂停，我先讲题外话。上次我有答应各位说，你入境的部分我要拍完所有的超高难度的关卡，非常抱歉我没有拍，我后来直接给他通关掉了，因为我是在活动结束前一小时才把我所有的角色练好，因为我想采取不抱大腿流的方式打赢这几个关卡，结果后来我来不及打，我后来就赶快把它打过去，于是乎我可能有些有花令咒啊之类的，我就想说好，算了算了，不拍了，下一次的泥路器我才会再拍。那时候我角色基本上应该都练完了，我等一下可以给各位看一下泥路器的角色有练起来有哪一些，然后还可以跟你们讲，已经有观众开始就是在我下方留言说，哎嘿，所以我说那个泥路器呢，对不起我没有录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抽。好， skip 留了，第一波看完了，我们接下来不能对他客气。哇，两张觉醒一次，哇，还真觉醒。20抽了，什么都没有，连一次事情都没有。拜托，真的。30抽了，40抽要40抽了，真的。啊！啊！啊！天呀，你妈妈是吉娃娃，天之杯哦，我有了。哎呀，糟糕糟糕啊，我觉得出不来哦，我觉得出不来。没，最后十抽。我没抽到。我也没想说，一旦出了，今天还好说可以功成身退，一旦都没出，算了，我这已经是一旦半了，你知道吗？算了，各位，黑针跟我八字不合啊，我有一只就够了，黑针不需要两只啦。寒风飘逸，洒满我的脸 ，FGO 抽不到东西，哎，对，我给各位看一下，我因为上一次我有练了哪几个角色，阿蒂拉我练到70等，他还没练完，因为我后来腿忘了练他。奥兹曼迪亚斯我也练到一半，我把预早前练满了，谢谢。技能的话就没有特别练，
太高，拍谁拍谁。然后我有稍微练一下达文西，练到50的，因为原本要，后来发现来不及，所以后来就没练了。金石有练到90的，库夫林我刚抽到嘛，练到50的，我这可是我怎么感觉都练一半的、啊？梅蒂亚我有练，尼托我有练，然后还有练太太，我、哦、靠太太。你们知道吗？我真的觉得这个太太真的不适合在大庭广众上播穿，我真的不好多说什么。你们看到有些练一半，其实都是有练啊，只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练一半，好像是因为那时候要打第三关，然后第二关、第四关这样跳着打，所以我就先练了哪几个这样。后面我有开始用抱大腿的方式啊，像我有趁这时候，我有把阿拉舍给练起来，然后还有那个安徒生，安徒生我原本没有听他语音。他的声音超 man 欸，完全不适合他的这个体型。好啦好啦好啦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MJO 克勒美。那今后的话，克勒美除非那个角色是我一定要的，不然的话就是前面按战术跟不朽按术任何一个没有到达1000的话，我基本上是不会抽下一波了，除非下一波是我想要的角色这样。好啦，那各位观众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订阅及喜欢。那记得去追踪我个人飞按照粉丝还有追踪我一些贵。那我主频道的话，最近我可能会拍介绍工作室这个新环境的部分，那各位可以期待一下。好啦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